近期阿衰由于学习成绩差，压力大，得了抑郁症，每天暴饮暴食。帅，你别吃了，你看看自己都变成什么样子了。这是我吗？我的形象全毁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阿衰怎么了？我都失恋了。哎呀，阿衰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啊？会不会寻了短见？你们太低估小帅的承受能力了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在下相扑手衰太郎，请多关照。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胖子。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要减肥。从今天开始科学减肥。肥胖的成因很复杂，要控制饮食。都看完了，我是减肥专家了。怎么裤腰带系不上了？好饿啊！不行，睡不着，饿死我了。去冰箱里找点吃的吧。小帅，半夜不能偷吃零食。想吃就吃，干嘛折磨自己啊？你不能吃，饿了就吃。看看你的肚子，不吃我还有力气减肥。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。烦死了，不管那么多啦。火腿蛋糕，我来了。天哪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让你偷吃，让你偷吃，臭不要脸的！从今天起，我要努力减肥，努力加油，瘦身行动 ，Go Go Go！ 国际流行科学瘦身风靡欧美，著名小型大锅盖倾情代言减肥茶，神奇配方，国际 ISO 认证，脂肪迅速燃烧，绿色减肥无副作用，不节食不运动，轻松减肥，给你魔鬼身材，享受女神待遇。